瑞突然发文自曝，在五月时自己因为酒驾挨罚，他透露当时原本抱持着侥幸心态，觉得只是喝点啤酒骑小段路没关系，没想到刚起步五秒就被警察拦下来。事后他也反省表示，身为公众人物的他做了最不好的示范，真的非常抱歉，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得到了教训，决定把自己犯的错误说出来，除了是要记录起来警惕自己之外，也希望能借由这次错误来提醒大家酒驾零容忍，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。曾志熙看了则在 po 文底下留言表示，自己没有尽好做老婆的责任，提醒老公就算离家再近也不该骑车，未来他们会好好督促彼此，再次为他们不好的示范和大家说抱歉。贴文一出也与网上引起讨论。Bye.